兰兰，有东西吃喽。我连奶油都没放，你们怎么就吃光了？还要放奶油的吗？可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，有点控制不住。真拿你们两个没办法。你妈妈的理想就是以后能开一家蛋糕店，她的理想就是我们家的理想，明白吗？蛋糕好好吃。不明白也没关系，那以后你负责说好吃，爸爸来负责赚钱吧。